Hello，我江江，今天呢来介绍这一台呢是世界上最小的车，比尔 P50， 号称身价呢居然比 R8 还要高哎。这个经典小车呢曾经出现在 BBC 的节目上面哦，然后据说它又是只有三个轮子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居然可以推着走啊，我们第一人称看一下，超 Q 的啊。为什么蹲下手指是这样举起来的？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啊，这个人怎么进去啊？他是可以直接这样推着走啦，居然不会踩扁呢、欸！哎呦，真的是可以把人塞进去、欸，而且我的脚居然露出来了。据说这台车呢，只有一边有门可以进去哦。那第一人称看起来目前是还 OK 啦，有点狭小的感觉。等等等。OK， 据说真实的车子是没办法就是后退的，它一定要靠手才可以后退，那加上这个电动车呢就可以有动力可以 后退撸的样子。传说中这台车呢是可以开进这个办公室还有电梯里面哦。那我们现在在走道上面呢是真的还蛮迷你的、啊、连路人都在偷看我。从这边穿过去，哦哟，没有撞到人呢，没人理我。所以它前面有三个灯，哎，我发现它不太好转弯啊，打滑了啊，好晃哦。我觉得这个在开真的开在路上应该是蛮危险的。这边加速一下，最快是怎么样？真的是很冲哎。这台车最大可以产生 4.5 HP 马力哦，哦，它还有三速手排变速箱，基本上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代步工具。好，我们直接找个办公室来实际来测试一下，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开进去哦？来，我们办公室到了，来，奇怪，我们该怎么走进去啊？我们直接走人行道上去。哎，所以它的正门口是在哪里啊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来，我们瞧瞧一下，瞧一下，哦，可以进来了，进来，哦，睡哦，哇哦，我看看它的电梯是不是可以，哦，可以，我觉得它可以耶，就只差这个电梯门没有开，有没有？它其实是可以塞进去的，哇，真的超级小哦，那我看看有没有上楼梯好了。哎哎哎！我发现它动力不足啊，那我后退一点哦，加速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哇，真的可以耶，好棒哦！等一下我看看这个门可以过吗？我需要点动力哦，我用挤的看看。哎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哎，可以，只是有点卡了，有点卡。哦，过了，碎。哇，直接走到中间啊，直接穿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哦，直接开门啊、欸、真的可以耶，哇，很难想象，世界上最小的车居然可以开进办公室哦。来，我们再挑战一下，可以上楼梯啊。那这样子，这里有门可以进吗？这个是没有办法开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这里呢？这个门也没有开啊，被锁起来了，连出去都有问题。哎、欸，可以，让我可以，让我出去，可以的。好，推开啊、哦，推开。这门弹住了，这门卡住了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再瞧一下。哎呦，推开，好水。来，我们来挑战一下上面这个楼梯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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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不行啊，太陡了，是不是？动力不足啊。来，我试试看用推的，我们用推的。来来来来来，
这门还关不起来。哎，滑下去，滑下去。好，我觉得那台车是可以上去的，只是动力。等下我怎么爬上去了？等一下，我来，车子推上去，用踹的不行啊。哦，看起来还是要用开的啦，开的还是比较有机会一点。开车上去了。不能一次开上去哦，它还是有死角在的。有机会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动力不足啊。我本来想说停在中间，然后下去推的，不行啊，滑下去了。糟了，不行啊。我本来想说也开上去看看的，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看看，他如果是这样子一气到位，一气呵成，来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滑下去，滑下去，车子撞坏了啊！汤姆汤的好不好？车子卡了，等一下，我要把它停在旁边啊，这样坐在这边办公也是不错的事情啊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开出去了。开出去了哟 ，OK。哇，这台车居然还要比奥迪的 R8 还要贵，而且它是一个超级复古经典的小车。我宁愿买 R8， 说真的。好了 ，Anyway，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高速。哇，最高速。好了，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飞跃。有没有一排的这个帆船哦？我试试看，把它改装这个涡轮之后，看它可不可以飞上去了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它这个需要我帮忙啊，它没办法直接开上去哦，因为它有一段路程。OK， 没关系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OK 啦，那我们改一下它那个，把那个马力呢改成300匹马力，好不好？哦。加速！呜呼！哇！飞过去了！没有控制好，翻车！差一点掉下去。等一下，我们瞧一下位置啊！我觉得应该是还有机会的。OK，Go Go Go！ 飞喽！偏了！哎呦！落水了啦！这台车坏了。沉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我沉下去了，糟了，坏掉了啦！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哦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啦，应该是有机会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穿模了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车子就是直接这样穿，然后无限循环呢、啊。我跳出去哦，哎呦，飞！等一下，出来。我以为就这样子卡在这个虚无空间里面呢。来，我们再一次试试看。Go！ 这一次我们切换不同视角。哇，我们看一看可以飞去哪里。等一下，这是怎样？失败啊！哦，因为我没有瞄准那个位置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沉下去，我们沉下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哎呦，居然还可以开哎！哦，它加了防水的性能，是不是？它可以开，但是类似这种翘孤轮的感觉，但是它没办法改变方向啊！啊，前面是什么水草吗？满满的水草啊！开进去了。哦，它没有像潜水艇一样有动力，有点可惜。这是要去哪里呀、啊？糟了！好，再一次挑战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飞跃成功。好了，打滑！糟了，这是要去哪 ？No！ 哈哈，糟糕！这是要潜水了吧？哎呀！
又掉下去了。OK 啊，这是我们这一次的 Pier P50 是吧？这款汽车呢，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小的量产车啊。那喜欢这部影片呢，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那影片先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车库的多榜，刻意的模仿只会换的方向。我出点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当。我天赋怎么个读书，听不清楚，心境接了 flow， 进入了艺术的听出的力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谁不如半个人，称自己战神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啃住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的真。他羡慕嫉妒我，这边记住，帮你挖三个粉。